说的实验就是看电影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论总，我刚刚就是想找你要薯片。给，吃。师兄，咱先别玩了呗，说点正事儿。这个案例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案例十分相似，失眠对象在苯基乙胺指数上升的时候同时进入了睡眠状态。哎，那个案例后来怎么样了？师兄你说话呀。生气啊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呀。